这里呢是沙拉曼卡市集，这里呢有许多很像仓库的建筑，在100多年前呢是水手跟捕鲸工人呢他们聚集的场所。现在的沙拉曼卡市集呢变成了霍巴特的文化艺术中心，那尤其呢在周六呢会露天市集呢是相当有人气的，有很多具有特色的一些商品呢在这里呢应有尽有，有来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来这边逛逛哦，走，我们一起去晃晃。沙诺朗野生动物疗养院位于霍巴特南部，在这里可以看到所有澳大利亚所有代表性的动物，像无尾熊、袋鼠、袋熊，最特别的是全世界塔斯马尼亚才能看到的濒临绝种的动物恶魔。恶魔是什么呢？是全世界最小的动物，是有袋的动物，看起来很可爱，其实很凶，就在我们身后。当然了，这里收容了很多受伤的小动物，塔斯马尼亚的居民只要发现动物受伤就会打电话到这里来，他们就会被送到这里来照顾。当然了，这么有爱心的环境就是交给他们了。Atbonerong, we run Tasmania's only wildlife rescue service. Because of that service, we see many, many baby animals that come to us. We must look after them until they are strong, and then we always aim to put them back into the wild where they belong.李奇蒙距荷伯特只要30分钟的车程，是一个很古老的小镇，充满19世纪的建筑，有全澳大利亚最老的教堂，最古老的石桥，咱们就一起逛逛去吧。至少淮南海连山幸福梦想，我希望有首歌能将永恒为你献唱，你迎着光微笑绽放，我看见爱情为你不死的模样，花希望美是她的伴娘，今天你最漂亮，从今后我牵挂的风向永远。
我们现在呢在塔胡恩空中走道，它位于塔斯马尼亚西南部，距离霍巴特只要90分钟的车程，是一个原始森林的保护区哦。花希望美是他的伴娘，今天你最漂亮。它全长570公尺，可以提供大家呢从高空看森林的神奇效果。所以吹过来的风呢都是海水洗过的，空气非常好，号称零污染 zero。所以欢迎大家，一定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来这里来看一看这边的神奇美景。我爱澳大利亚。